是什么新科技让行政院长吴敦义也来亲自体验？原来是为达超声电信独家推出了100昧光纤宽频服务，只要7分钟就可以完成下载5GB 的 DVD 档案。现场签约还可以免费享受3个月的4G WiMAX 行动宽频服务。邀您体验未来数位新生活，欢迎参观威达超声数位馆，还有更多的好康等你来挖宝哦！